我很想在这个舞台上呈现不一样的音乐的类型，那爵士乐可能是我想呈现的其中之一。咱们今天来的这家叫 JZ Club， 在上海真的是大大的有名，可以说是我们上海爵士乐的根据地吧。哦，已经到了，所有的人，这个我们以前也在这里演出过，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有演出，而且呢还有很多大师级的人都会在这里。爵士乐可能是我觉得每一个乐手啊，就大部分乐手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道必须要经过的学校，它是一个音乐的基础课程之一，就像你的大学课程里面有没有语文，哦，这么重要，有没有数学一样。 1, 2, 3, 它的和声节奏那种即兴演奏配合的那种方式，就我觉得做音乐的人都需要去涉猎一点的。爵士其实来源于 blues， 就是摇滚乐其实也是来源于 blues。很多人经常就在问说啊、哦，到底什么是爵士？但其实我们肯定可以看到很多流行乐的前身都在里面，比如像这种 soul music， 对、啊、funk music，、啊、还有 free funk。其实它爵士可能是一种风格，但它最后又像布鲁斯一样变成一种元素在里面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每一个音乐家可能内心里面都有个爵士梦，其实就是想把所有的风格全都掌握，但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只能掌握出几种流派，一点点吧，一直在不停探索去找新的感觉。我觉得我们未来在创作的这些东西应该是兼具融合然后又要创新的感觉。如果你只是守在那一块阵地里面，然后你觉得说哎，你就是怀旧的感觉，那我觉得音乐就没有进步。全哥的那个领带跟他的料子。
只要身体在狂欢，心就没负担。耳朵的音乐塞满，爬上云端。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眨眼一瞬间。双眼是蓝，烧热，眼睛那黑色，谁呢？只拉住我的感动，会让你跌入深不见底的快乐，无法忘记我的双眼。今天很开心，因为为大家带来很多顶尖的爵士乐手：黄健仪、任宇清、李世海、曹碧、安宇。谢谢大家，谢谢。